Gail. What does it? Da. $3,200. Yeah. 输了，又输了。他赌博可以五十十，不，五十一百，一百两百这样用差价赚，但是如果最大是3000的话，他不能这样赚。因为三千输了，你不能赌6000，赚3200回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要赌的话，你可以赌500、500、1000、1000到2000，有3次的机会，又是小。四连小，走，庄家赢得好说，不能让他太爽。5小。500输了对吧？哎，我们只这一种毒啊，这种毒啊可以回本一次赢500，看见没有？哦，所以如果你要赌的话，500、1000、1000、2000。不然就这样，750、1500、3000，三次而已。他现在看你压的金额很小，他都让你赢；压大马上让你输。节奏，再两次回本，哈哈哈哈哈哈。
有可能联系到吗？小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没有这么爽的吧？所以赌博赢不了，可以玩什么？打地鼠，打地鼠100%赢的。你越是想赢，就越不会赢。lose，又赢回来了。刚刚的大小一次，对不对？乘胜追击吗？果然被你料中。耶！这种比较确保胜利的玩法。Double，再 double，如果输，那你运气赔，因为两次嘛，二分之一的机会，赢到三分之二，真的是运气赔。哈哈哈！那他已经三次小了，那然后会不会出现三次大？三次大就连本带利一次赢回了。哦耶！来个十大王，小，果然他不会让你出现连续三次大。一口气输回去，3000的3000。僵持不下。你好像输完的时候就一直输呢，未必。经常收到什么垃圾信，Good day，Good day。赢回来了，乘胜追击，yes，休息，赢1200而已。
这只小偷